积极的出棒打在三右之间穿越的安打，李一诺等到穿越之后才起跑，所以直接停留在三垒上。变化球，张杰伦打到左半边落地形成安打，那这样应该有两分要回来了。变化球被张杰伦给掌握住，左半边的一垒安打带有两分打点，台湾领大拉开比分成为7-2。越过三友上空之后，变成是左外野手要稍微往中线横向的移动来接球，打出去二垒跑者就已经看到这个落点的位置，知道左外野手是要这样接球，所以很好跑。虽然前面直球没有掌握住，我这球张杰伦打得扎实，中外野的平飞安打，这时候因为是两出局，所以应该是两分回来。张杰伦积极的出棒，本场比赛的第三支安打带有两分打点，台湾体大现在把比数再稍微拉开一点，11-7。回棒有跟上庄梦圆的球速，打出了一个中外野的平飞安打。